在这个清晨，我们载着祭品前往墓地，这不仅是为了向祖先致敬，更是为了传承和珍惜家族间的纽带。作为马来西亚华人，我们将这一传统视为重要仪式，象征着对过去的尊重。兄弟姐妹们聚集在墓前，畅谈着我们的生活，让父母在天之灵感受到我们的关爱与怀念，思念着他们曾经给予的爱与智慧。这个聚会不仅是对逝去亲人的怀念，也是对马来西亚华人传统的传承与弘扬。拜祭完成后，我们会将祭品作为共享食物，仿佛与逝去的亲人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流。开个口头，风温高头。这种独特的方式不仅温暖了我们的心灵，也凸显了我们对亲情的永恒怀念，体会到了家族间情感的牵绊和坚韧。马来西亚华人的传统习俗不仅连接着我们与过去的纽带，更为我们的未来注入了力量和信念。运用我们永远怀念和铭记，让这份爱与传统代代相传。